做工程工地係咩最緊要啊？咩第一啦、啊？安全第一，係啊，冇錯嚇、啊。我哋呢邊咧做好準備嚇，樣都咧係最緊要咧。我成日呼籲啦，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準備好先嚇。咁、啊、咧就萬無一失啦。咁啊，中秋節想聽咩歌仔啊？哎，就係呢首啦，好出呢個先啦。愉快的中秋節，同埋國慶節。